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山妈。有没有和小山一样贼爱吃面条的宝宝啊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小山的最爱吧。鸡汤，然后把这个鸡腿肉切成小碎块。这个时候呢，先把面给正宗的亲子冻呢，就是要这个高汤，然后呢里面加味淋，阿山。里面加味淋、酱油还有糖，然后我看味淋里头又是糖又是酒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加。然后呢，糖呢，这个高汤里呢，我就加这么一丢丢，然后酱油呢也加一点一两滴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好了。点洋葱碎。
给小山做一个意大利面，然后呢用的就是这个 Fasali， 然后这稍微有点硬，所以我现在刚开始先泡了一下，然后呢我到时候煮熟了之后会加点这个绿叶菜，然后呢肉呢就是这个牛肉粒，然后最后拿 sour cream 酸奶油炒一下，他特别爱吃拿酸奶油炒。
那婶儿，就吧。不管妈妈给你做的半天，就爸爸拍着。做一个 spaghetti squash noodle。上天对我的装，那不是。